基尼的基尼，今天呢，八番拿毯子小制作来制作可以穿上的毯子有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箱子里有，首先说明书，五种颜色的绳子，最好呢，八番微笑脸的毯子在里面呢，八番。今天呢，基尼不寻常的要来制作可以真的穿到身上的毯子有，咋？看看这后面的话，有插胳膊的地方。往这里面插进基尼的胳膊的话，八方，这是因为还没系上的原因有，咋？这上面的蓝色的布和下面的这微笑的布一起系起来的话呢，这里变成了穿胳膊的地方，所以两个胳膊，咋看就能看到很多孔吧，朋友们，咋？基尼用各种颜色的绳子来给他打扮打扮呢，咋那么？基尼先来系上胳膊这边呢，呀，朋友们把它们依次系上就好了，呀，朋友们只要系起来就可以，但是太多了，什么时候能系完呢？到底啊！加加哟！怎么样，朋友们，做得不错吧？那么插一插基尼的胳膊，这是给小宝贝的哟。基尼的胳膊太长了，朋友们，遮起胳膊，好好看哟，看上去是不是很暖和呢，朋友们？那开始，左右边了哟。很好吧，最好的一个也是加加，右边胳膊也完成。最后基尼用这五个颜色的绳子打扮打扮一下吧。咋？首先他呢，朋友们，从孔的下面往上面插过来之后，让上面的绳子比下面长一点，然后把它转一圈，系起来就，扎针，就做成这样的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加那么五个颜色交叉插进，这样扎起来。加加，花花绿绿的好看吧？那么基尼把依次按照颜色的顺序来系上它们。试穿上看看吧，朋友们。夹，插进胳膊，呀，呦，确实很好看，但是因为基尼的胳膊太长，实在是穿不进去了哟。哦，朋友们，把它解开吧，是不是把它
解开的话，基尼的手就可以进去。呀，好喽！甲为了让基尼的手能够插进去，把这个结重新解。嘣嘣嘣！甲那么，基尼的手腕可以，哇，可以进了，插进右边的胳膊。嘣嘣嘣！朋友们，看看那基尼穿上毯子衣服喽。呀，这样插进胳膊之后，就比胳膊没插进去的时候更好看吧？基尼要不要给朋友们仔细看看？看看这里胳膊。哦，旁边都是打上结了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软软的感觉。然后这下摆也仔细看的话呢，花花绿绿的绳子和微笑脸很配哟。这微笑脸也有各种表情的，睁开眼睛的哦，还有眼睛变爱心的朋友，还有眨一眨眼睛的朋友。假的吗？哦，把它向后穿看看吧，和穿一般衣服一样。好的，和平常的衣服哟。这样穿真的衣服的方法。哟，看看吧，像不像基尼穿着披风呀？呀，朋友们真的弄成披风喽！好的，那么把这胳膊的地方，基尼这样在脖子上系上去，飞起来，超人飞呀！